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哇进塞，你能了。再撑点不？这个很少有人能猜到的。无聊挑个男人骗，这都什么 ID 呀、啊？李淼的密码不会是你的生日吧，李淼？肯定不是啊，哎，怎么还有都大这个密码师的的。呀？你们好，我是重庆管家。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？因为我闺蜜叫长沙短玉霜。啊，玩这种的吗？是的。OK，NB，第三只这个怎么读？雨儿，应该没读错吧？喂喂，Hello，，Hello。我是丁真的女朋友。哦，OK，你好。哦，你好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在官宣是吧？哦，鱼儿是我吧？操！鱼儿。没有，这也是我的名字，也是他的名字。丁OK，真，你叫鱼儿，他叫恶魔丁真。鱼。啊，OK，丁真，什么时候我能听见？你好，我是刘福生的女朋友。啊？然后呢？下一只是哦，皮克斯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皮克斯。OK，你好。然后第五只温蒂桑。我是温存的家属。哦不是福生在这里混什么？怎么说？温存，给他加个油，温存。哎，万坤，怎加油么？加油！怎么说？丁真呢？丁真也给自己家属加个油啊！丁真，他去洗澡了。啊？啊！加油！你妈！啊？万坤，怎么啦？要不介绍一下，我也是你的家属。你是我儿子，肯定是我的家属啊！我记住你的呗。儿子不是直系家属吗？嗯，当然。OK，直怎么接说？快乐。介绍一下自己，686。怎么介绍？直接一会儿给你表演一下我打牙木木，还用介绍吗？啊啊？，OK，没问题。直接给李淼打自闭的阿木木。OK，我期待你的表现。Nice。OK，怎么说？第二位无聊挑个男人骗，我最喜欢的 ID，这十位里边是哪只？喂，教练好。哦，你好，喂，你好。我全能王。你纯全能王，对。就是你今天必来表演。对的，我每个位置都会。OK，我期待你的表现，希望能和你的 ID 一样霸气。你看我表演。OK，我绝对看。怎么说？第三只双子叶植物，热爱植物的这位Hello，Hello。，Hello，Hello，你好。今天我掌勺，别的我不说了。你纯掌勺。陈颂。OK，不准。喂，我在。你好，晚上好。好。霸气！我有个问题，白色入耳式耳机是谁啊？为什么会加我好友啊？我诈骗团。这样，我先来跟你说一下，就丫丫，任何人加你们好友都不要相信，包括我们这些人都不会说主动加你们的丫丫好友的。好吧，任何人加你们都不要通过。好，懂了，谢谢你，好心人。NB，祝你永远不死。祝你永远不死。啊，我真没对，说话，真没知道。你真得开麦，温存得管逮，三个嘛，你得得开逮。麦。我绝对没有知道。就我们学校。我真得逮一下温存。OK，等随会儿时要突突击击检检查查你的，突击检查你，你必须在。喂呦，温蒂桑，他会玩。哇，他把东北老妹儿干昏了，大头。不是，他好像真会。怎么做？温存评价一下。这是他唯一会的上单，比如说。OK，我要挂续作，怎么说？进化直接解，很有竞技状态嘛，皮克斯。
来扛了一下塔，无聊挑个男人骗，对面全是妹妹，没男人给他骗，直接记了。哎呦 ，Q 到直接往上射，怎么说打出强攻还在压，在 A 闪现过去继续 A 一个 Q， 喂、哎、没穿到，怎么说？呜，无聊找无聊挑个男人骗，他有操作的。啊，这就放大了。嗯。喂呦，六八六，喂，六八六。否则不好杀他们。我想能不能把他进化给他憋出来，他在这个草里。完完完！哎呦，我怎么又来了这破败王？我是他弟。嗯，算了，文明一点。一般这要是匹配什么的，就是我是他爹，是这样的。爹，天了，带劲，快跑！哇，巨带劲！乖乖，左边把右边抱歉啦！来了，七级打十级，一过去被晕住了，小羊怎么办？就直接死呗。我要突击检查吗？啊？哦，温存主动被检查什么意思啊？给大女枪直接交大招，我又飞上去了。卡莎，喂，有点想法吗？他的操作，但是伤害太低了。左边海妖他欠带，他飞别人脸上去玩。哎呦，被打闷了，怎么说？皎月又来了，皎月来了，给个 Q 没 Q 到，然后怎么操作呢？小羊拉一下，再拉回来，爆 A， 给挂个点燃 W， 破败王来了，呜！直接面直接洗啊，开洗啊，打死多分。大头我管不了呀，他像疯了一样。他有进化的，哎呦，上不了。我伤害好高啊，这娜美。是的，因为他有娜美，为什么伤害这么高啊？娜美本来伤害就确实是不低的。啊，你行也可以。死啊！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呦，走不掉。好。好猛啊！哎呀，好猛啊！这炮台，啊，巨多！哎，怎么说？我能飞？我觉得不要。没状态，没状态。四个人，四个人。会有点帅。我存在一 v 二。走走走！哎哎，停都停不了。哎！杀不出来，送不了啊！怎么偷偷趁我不在打架呢？打架的哎，别飞了别飞了，我不信他敢进来，我真不信。也不是不行，要他就来了。喂呦，太吓人了，吓人吓人。哎呦，在狂喜，没道理，真没道理，李淼太夸张了。竞技征召模式是吧？对，哎，怎么说？要不把赢的那边留下，输的那边重新上人挑战赢的队伍，要玩就玩竞技。要玩就玩专业，就算是女子赛也要有竞技水平，懂不懂 ？OK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投个票哦。
枪是一杠零杠四。哇，巨猛！